我就就好奇啦，我真多谢这个廖太太安尼啊，差不多一当前介绍啊，我甲林教授，我拢有去拜访啊，啊，知影讲话这真好，因为我感觉我差不多一年前准备迄、那个我刚讲智慧，就是这个对信用上来看智慧啦，信用的思想咧。啊，迄阵我看我差不多所有宗教拢重视这智慧啦，干那基督教无重视啦，啊，所以我就开始感觉怀疑。啊，我知影讲佛教中间是讲了足重，所以我讲爱请一个大师来甲咱讲啊。啊，我是足欢喜，讲会拄到禅公师傅啊。啊，伊个代志我遮有写吼。这个 website 顶边转不是有去探访，怎啊去探访吼？啊，写一篇伫迄个台湾历史、台北人历史协会。迄、那个 website 吼，即个顶管下即个会较有诶，顺便若落去，伊迄个分得出来吼，爱详细会当看来讲，内底阁有一寡相。啊，即个师傅是伫台湾出世，爱真好讲台湾话，所以咱今日拢准备用台湾话吼，啊，就好。啊，伊老师儒学师傅是真出名，读册足重视读册，呀。啊，伊个老师是去日本留学，啊，即、這个上公老师是英文的基础，所以来即个洛杉矶要开始即个发公司的时阵，是伊来开设的。啊，我去遐看，我要足水的，啊，即讲得知影讲，伊个一切即经历拢伊一个人，啊，佮要另外一个佮道上，啊，有影足无简单的啦。所以今仔日哦。那是我们的福气，我们可以来听师父讲。OK。叶会长，在座诸位亲爱的学弟学，阿弥陀佛，今仔日是发公司的公演。才会当接到台湾会馆的邀请，来和大家讲讨论一个智慧的代志。咱不管什么宗教，就是另外一种的文化。宗教唔限定是干那讲宗教。宗教是同款一种的教育，迄、那个教育是注重心性的教育，唔是知识的教育。咱一般社会学校，不管是小学乃至甲一个博士，这拢是知识的教育。其他所有的宗教，拢总是心性的教育。咱要接受无同款的文化，咱即马此刻即个时阵，爱将咱本来有的概念，本来。有的想法，要暂时把它放下，用一个清气的杯子，清气的碗，或是清气的容器，容器就是 container， 来接受不同款的文化，才不会浪费咱的生命。浪费咱宝贵的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，所以暂时唔是叫恁拢总放下你过去，就是暂时安尼空空的杯啊，来得其他无同款的文化，也是讲无同款
的这个宝贝，在阿伯开始讲智慧、慧学的时阵，先简单来讲佛法这两字，佛法、佛法。佛法，咱常在讲佛教，咱讲佛法、佛法、佛法，就是两字佛加法的结合词，佛加法结合词，就是结合起来的一个讲法。佛就是佛陀的简略的讲法，讲佛。因为咱台湾也是中国人，拢总爱简略，无论啥，拢爱会当一字还是两字来代表，就是会当简略的简略。所以佛陀，咱拢叫做佛，佛，哈。啊，佛是啥意思？佛，甲翻译意义来甲讲，就是觉。假觉无迷，啊！这个角字简单来讲，就是讲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叫做角。咱人的时阵，就是生活地有它无清楚、无明白。在这个生活中间，所以就迷迷、迷迷蒙蒙、迷糊的。但是佛，伊修行正悟到，伊就觉者，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人。这个清清白白、明明白白。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，就是讲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我该讲的讲，清清楚楚我未使讲的不讲，清清楚楚我未使做的不做，该做一定做，这就是讲清清楚楚我未使安尼想法，自私的想法。你害人的想法，这拢无，所想的，拢总是利益所有的人，利益社会，利益国家，这叫做角。所以佛祖，伊的一举一动，就是拢是利益一切所。所让所有的人拢会当得到快乐利益，这叫做佛法。法就是规则，规规规规则规规，有咱轨道迄个叫做啊叫做规词。就是维持的保持安尼正正正正，这叫做法。啊，这个法在咱世间内底，在世间法本来就有。刀啊，就是定的；水，就是湿性的；地，就是定的；风，就是动的。这拢是法。所以风，伊的规则就是保持，就是动的。叫做轨轨次，就是开启、保持的持。这个法本来世间本来就有，不是佛陀创造的，是佛陀给发现到，现在才流传在咱的人间，让咱的人了解世间的一切。就是有这个法，所以甲合起来讲，就是讲佛，就是为这个是这个法的根本，法是
有为佛陀理解发展出来，所以这称作佛法，就是佛的法，这叫做佛法。简单解释佛法是安尼来。啊，咱今仔要讲的这个慧学，智慧的慧，学问的学，慧学这两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佛教内底所讲的戒学、定学、慧学，就是三学之一。这个慧学就是智慧，以这个慧智慧，就是会当使咱断烦恼，因为咱人做人拢有烦恼。就是会无清净，会污染，这叫做烦恼。会断烦恼，使咱证悟到真理，这就是智慧的作用。因为要爱将这个智慧，而且搁进一步去进修，搁去精进。搁去修习，所以这智慧，咱才讲或者慧学。慧学的意思是安尼，所以简单将佛法加慧学，向在座诸位简单报告个一个所在。即马咱开始来讲。佛学之要是伫即个慧学，就是伫要学讲有智慧，有智慧了后，才会当服咱的烦恼，断咱的烦恼，咱自然就是会进证到真理，体悟到真理，这叫做佛学之要。在这个慧学，干定慧学，才会当表彰佛法的特色。佛法的特色就是智慧，因为佛法的道理真正深，参像大海。跨大无边，没有边际，无边际。伊主要的修行的法门，就是信愿、慈悲、智慧。其他种种的善。的行为举动，拢总是伫增加信愿、慈悲、智慧的这个力量。所以，咱修学要学佛法，咱一定爱有这三项连贯，你有信。搁有迄个愿力，而且心爱慈悲，搁进一步最重要，爱有智慧。咱若是这三项会当做个圆满修持，咱会达到个一个圆满的境界。虽然咱呐，不管是学啥物宗教，信啥物宗教，咱爱袂使干呐偏讲我干呐信，还是干呐讲我干呐自卑的呵，还是我干呐有智慧的呵，拢袂使偏。信愿
慈悲、智慧三项一定爱具备。那具备了这三项，咱就会得到圆满的这个修行正果。在一切宗教之中，最可以代表佛教的特质的，和其他的宗教较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伫即个智慧两字。所以佛教是一种的理智的宗教，理智的宗教，理智的宗教。对任何一个宗教，咱袂使讲伊无有智慧，有多少拢总有伊的智慧。不过一般的宗教，拢较偏向于得重于信仰、甲仁爱的心性的表现。佛陀在成道以前，出家修行悟道以前，伊啊有参加过、拜访过当时印度其他的宗教，有拜其他宗教做老师，但是因认为因所证的，就是较最高啊。但是根据佛陀的这个思考判断，因不过是定力真深，在那定力真深的境界内底。在你精神生活安尼，还未离开三界，就是还未离开生死轮回，叫做还未超出三界。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迄个就是在讲天，就是有这三层的天，天。修行的这个深观，无同款，程度无同，依照天的天的这个境界也无同，所以有三个这个阶级无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所以其他宗教虽然，也会当一部分来断了烦恼，内心也会当得到一种高超的这个感受，认为自己真自由自在，有一种感觉讲以相似相似的解脱的这个境界。但是因为伊缺少了如理的这个真实慧，就是真实实的智慧，未当将根本的问题来解决。什么叫做根本的问题？就是生死的问题，叫做根本。咱若一旦定力若消失去，因为迄定力会足深哦，可以滚啊结滚啊千年，会即个真长个。定力若消去了后咧，倒转来伊讲我
我怎麼不永遠在那個自由自在美妙的快樂高超的境界裡面？所以他就同樣過了不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所以我們俗語有一句話說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啊，咱迄个烦恼就是等于根，根根若不治，时间到，同款烦恼就搁出来。所以佛教，所以叫做佛教，就是因为伊具备了超越一切宗教的这个禅的境界，伊毋是干那注重禅定禅，安尼静静自己精神伫迄个自由自在的这个美妙的境界内底时，伊毋是干那注重这個，而来注重智慧体验的生活。有智慧体验的生活，咱才活了会自在。那无智慧，没有体验的智慧生活，咱有通时也是暂时短短啊一个快乐的这个心境，咱有通买哦，今仔。偏重禅定，这就失去了佛教的这个特质，它的特质就失去了。这拢总是佛教所应该有的信用、慈悲、禅定，这本来佛教就是拢有注重。但是如果忽略、忽略、忽略了、忽视了智慧，看轻智慧，无注重智慧的时阵，咱就无办法表现佛教最高无上的无共款的这个特点。所以讲，干定智慧，才会当表示佛法的特色。第二，就是干定智慧，才会当达到佛教的这个深深奥妙的所在。佛法的原则。完整的这个内容，虽然有深甲浅，有大甲细，伊包含真正宽，但会当超胜世间一切宗教学术的法门，主要就是在智慧这两字。咱也会当依戒，对，修得定戒，就是规矩，咱袂去做歹，袂去害人，就是依戒，根据戒，咱就会当得到咱这个心就会定，就会定下来。咱若普通
你若做歹囡啊，你的心会不定啊，都会恐惧啊，袂安宁啊。定就是真安静、安宁的意思。所以你若有修改，根据改，根据的这个戒，自然咱就有定力，就袂惊吓。定就是不恐惧、不害怕。人啊讲啥，你袂无助，唔知要按哪好，你有主，做得主。啊，有这定力了后呢，咱才会当来修咱的智慧。有智慧了后，咱才会当得到啥？会当得到解脱。因为修这个智慧，就参照楼梯同款，是一层一层来，减一层拢袂使。你无改无规矩，你有定力有智慧，袂当解脱。你有改有禅定，无智慧。袂当解脱，所以一定爱有规矩、有定力、有智慧，法一拢袂使。安尼，咱修习智慧，咱才会当解脱。你若有智慧，无前面迄两行的时阵哦，你的智慧叫做啥？狂慧。讲的慧，讲的智慧，唔是稳定，唔是慈悲，唔是信心的这个智慧。所以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，拢袂使兼一项。参照咱人，咱会做人，咱有头，有手。有脚，咱啊整个才成为人，咱才行为举动坐下，咱才会啥会方便，会完整。真正使咱会当进入解脱的境界，重点。就是智慧，其他是在帮助这个智慧更加健全的。所以，在佛教来讲，有讲大乘法甲小乘法。在这个大乘法内底，就是要教咱讲得爱布施。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都爱去思维去做，并不是讲除了智慧，别项拢唔免啦，干那智慧就好，唔是安尼意思，是要爱讲在即个会当使咱。断烦恼，会当使咱证到真理的过程中间呢，这个智慧是一种袂使无的条件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完全。袂使无智慧，有了智慧，才会当达到个佛法深个奥妙的所在。所以一切出世间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法门，对这个智慧。是为宗教最基本的法则。
拢无有啥物例外，没有例外的。在这个所在，咱爱注意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咱在学修习这个智慧、慧学的时阵，拢总是建立在这个啥物所在？定。定学的基础顶端，但是智慧并不是禅定，不是定，所以咱对这个智慧的认识，应该要深深来注意，对于修定、修禅。种种的这个好的代志，咱拢袂使忽视，袂使轻视。有的人认为讲，我若有定，我若有定力，我就有智慧。我有定，我就有智慧。定是咱训练来的。也是要训练来的，自己要定力，也有方法来训练、训练咱家己爱有定啊，嘛是修习来的，学来的。智慧自然会当显出出来，唔是讲定就是智慧，得爱共款去修习，自然。智慧就会发出来。有的人安尼认为，有定，自然智慧就现出来。这对唔对啊？唔对，这完全是误解了佛教的这个修行正悟的意义了。如果讲一改会当得到，你若守规矩，你就有定。咱的守规矩的人，伊就有定力吗？守规矩、守戒的、不乱来的，他就有定力了，伊就有定力了吗？当然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会。禅定是要修习而成就的，同款根据佛法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意义，咱修修训练得到禅定，并不是讲你就有智慧，而且是爱。修修修完成了定力，做你的基础是基础。定力是咱要发智慧的一种基础，站在这个有定力做基础，咱心有定的中间，咱来修这个观察的智慧。咱有心有定力，咱来看人、看代志、看物件，来观察，咱才会真。咱心若乱乱，咱要安尼去观察啥人？你观察袂出，所以你着徛伫迄个定力的基础的中间，真冷静、真心、真平。心水白，咱看物件才会实。咱的镜若是放大镜、凸凹镜，有真实无？无，因为迄心水无白，所以是在即个心水真冷静的中间。来看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，咱才会当发引发出
这个如实的智慧，如就是安呢，安呢就是安呢。但是讲这个杯啊，这个杯啊就是安呢，有几抓、偌大，拢安都是安呢，实实在在就是安呢。无讲伊三个安呢，无共款的杯，咱来讲两行呗，就是三。什么色？白色。茶是雪花，什么色？茶什么色？茶咱拢讲什么色？哈？咖啡色。茶色，实实在在的，无有戴有色的目镜，安尼去看，这叫做如实的智慧，实实在在的智慧。所以在这个意义顶端来讲，咱讲一定都有发挥，绝对不是讲禅定经过你修习，你有禅定成就就可以发智慧，不是。你要观察世间一切现象，你若无根据安尼去做，在咱世间上作者其他的宗教，伊嘛同款有得到深啊浅的这个定的境界啊，伊嘛有定力啊，伊嘛会当坐伫遐几啊百年拢会使啊。但是因为什么袂当参照佛教的圣者同款会当引发智慧呢？断烦恼了生死呢？所以从这点来讲，咱应该要了解咱的修学这个佛法，应该要修一切该要去修的方法，法门就是方法。在这个一切的方法之中，就是一切法门之中，坚定智慧、慧学，可以直接进入佛教的最深、最奥妙的所在。这是在讲智慧的重要。头一点，咱讲就是讲智慧，干那智慧会当表达咱佛教的特质。第二点就是讲坚定智慧，才会当直接进入咱佛教深深奥妙的所在。第三点就是讲坚定有这个智慧，才会当成为圣者、圣人。修学佛法虽然有种种方便的法门，方法真多，咱会当转了咱是凡夫众生的人，转凡入圣。咱凡夫，凡夫就是痛苦、烦恼、无病、贪嗔痴，作者这个凡，凡夫要凡。圣人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无嫉妒、无比较、无计较。你将这个痛苦人生转成了快乐自在的人生，伊的关键，拢完全看伫这个，你是毋是有真实的智慧？真实的智慧哦，因为咱一般世间上嘛讲，
那个茶道是智慧型的茶道，那个不是，不是佛教所讲的真实的智慧。伊害人啊，害人袂安心，伊的财产啊，啊，伊嘛是安尼，真真真真安足惊去当偷睇啊，迄毋是智慧。但是咱拢会去形容讲，伊这個做法吼，毋是一般的茶道做，拢讲迄是智慧型的茶道，这个。咱无心善，这是无好的吼。所以智慧可以讲就是圣人的这个特别的德行，德特德特别的这个德性。咱佛教内底有讲讲。这世界里面有六凡四圣，六凡四圣，六凡就是有六种的境界，就是凡夫痛苦的，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五鬼、畜生，这六个的境界，就是凡夫痛苦的。贪嗔痴，足侪足痛苦。看到啥物拢爱贪的，那你喜欢就贪，看无喜欢你就无欢喜。啊，对世间上拢无认为讲世间有恶德，有圣人，有因果，有做好会得好，做歹会得歹，他不管，叫做痴无痴。所以这是六凡四圣，四项的圣人的境界，就是对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这就是四种的境界。啊，最高的境界就是佛。好，所以这六凡四圣在佛教内底讲叫做十。法界十法界，凡夫甲圣人的分别，就是伫觉甲不觉，就是迷甲不迷，迷甲不迷，咱人拢会迷啊，对不？迷。你看安尼，最近的卖车卖财产啊，无觉啊，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兄弟啊，为着财产啊，来安尼你杀我打，这有清楚啊无？这有明白啊无？无觉啊，卖啊卖车，卖财啊，迷了财，财迷昏了头。这就是迷啊！你若觉不会，会多会加兄弟啊，较侪我较少袂要紧，迄就是觉。有财产的家庭，好家人时常发生这款，太老爸、太老母、太兄弟、太阿妈、太阿公，有意着迷财。贪财不觉，所以觉甲不觉来分这个凡夫甲圣人，足简单的。你若做代志，拢总是为别人设想，你就是圣人。咱要做圣人，毋是讲死了后吼，人封你圣人，才是圣人的，毋是。就是啥物讲，你若读博士，啊你无得到博士，啊你死人封博士，你敢博士？不是啊。所以你若要做圣人，共款你伫即个咱世间内底，你着有到迄个程度做圣人，你死去才是真正实在的圣人。唔是被封的，啊，袂要甲伊封做皇帝嘛会使，封做，或者啥总统，不可能嘛，
对于咱来讲，迄是一个啥命？啊，命对咱又如何？命对咱如何？但是咱世间上哦，不觉的时阵哦，为是对命，为是对你，就未甲分头转向，分头转向，知影要安那样。所以佛德伟大佛者，叫做合作各家，就是安尼。另外讲合作地家，就是有智慧。各家地家都是佛德，啊，咱家体验家己，观察家己，我是什么款的人，家己最清楚，唔免人讲。Okay. 所以咱是毋是凡夫？咱是毋是圣人？咱未去的程度，深浅家己最清楚。希望咱在座诸位，将来拢会得个不灭，拢总是觉者，拢是觉者。咱爱了解世间上的万法，所有的事相。所有的代志，咱看会到、摸会到的，咱拢爱真正去解了解，而且爱去了解咱人生悟到的真理。咱人生悟到的真理是啥？缘生缘灭，缘生缘灭。即卖咱在座三四十人伫即个台湾会馆，即卖就是缘聚。三成了，即卖咱有即个讨论，伫只谈论的即个会场。五点，甚至到五点半了后，因缘解散了。还有没有人坐在这边？所以咱要了解任何代志，拢总是种种条件来造成的。会离开分散，同款也是种种条件的离开分散。这就是世间悟到人生的真理。咱俗语常在讲，无有不散的宴席，没有不散的宴席啊！哪有永远坐在那边吃东西的？不可能啊！啊嘛，无可能永远拢伫遐困，对不？除非。咱死去啊！啊，死毋是困啊，是死啊！咱嘛无讲永远拢伫遐啉茶，所以因缘就是一段时间、一段时间组合了、记住了、固著了，就事情显现出来，已经缺少一个。因缘，缺少一点的因缘，缺少一种的条件，这个事情就没有了。所以咱爱了解，所以世间上的事事不明，咱爱了解。因为佛德，伊具备了有这种会当觉照的这个圆满的智慧。咱拢有小小啊智慧，但是咱的智慧没有圆满，无圆满。所以，因为佛德有这个圆满的觉照的智慧，所以咱称呼伊叫做觉者。同时，有他
在这个佛教内底、经典内底嘛，称赞佛祖是世间界，世间的一切他都非常的了解，叫世间界。世间界，世间解释一个字，世间界，也是叫做正遍知，就是正确普遍知道一切，不是无正确，不是干那一点，就是正确普遍了解人生遇到一切，叫做正遍知，这是称赞。佛陀的这个形容词，所以佛陀在阮佛教内底讲的，称呼叫无上的正定正觉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这个叫做感悟，叫做无上的正定正觉。这是。头拄啊所讲的这三点，就是在讲智慧伫佛教内底的重要。第一点的重要就是表示佛教的特色智慧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啥？有智慧才会当直接深入佛教的这个最深。最奥妙的所在。第三点就是讲，干定有智慧，有智慧，才会当成为啥圣人，就袂在这世间安尼痛痛苦苦、迷迷糊糊的过日子，就是有智慧。所以，这智慧在佛教内底重点，就是安尼来解说。即嘛，咱下面要讲智慧的种类。这智慧有种类，有类别，不一样。有三种的智慧，因为这个智慧的讲法有深，有浅，有理。甲有时顶顶的这个种类无同款，但是现在要举例来讲的，就是咱要来讲在经典内底常常讲到的这个智慧，三种的智慧，这个三种的智慧。咱今仔要讲其中内底的一种的智慧，三种的智慧，每一种智慧内底，拢总内底阁有三种，所以三种内底，咱要讲一种的智慧，啊，这智慧内底阁有三种，这是最普遍，最普遍。其他两种是较深的，有研究的较听好。啊，我选这个较基础的这个智慧来讲。第一种就是咱选一种三种的智慧内底选一种来讲哦。啊，来讲的中间就是这个三种的智慧来，咱卖甲讲一二三，伊会上安尼连，安尼连续讲啥？第一就是生德。慧生德慧，生德慧，学生的生，得到的德，智慧的慧，这是一类的哈，三类中间的智慧中间一类，就是生德慧。第二，加行慧，加行慧，增加的加，行动的行，智慧的慧，加行慧。搁一项就是无漏慧，无漏慧，无就有无的无，漏就是安尼漏的意思，无漏慧。好，这类就是三类智，三
种智慧内底一种，就是生德慧、家行慧、无量慧，这就是最平常佛经内底定定讲，啊定定安尼讲的分类，就是分作生德慧、家行慧、无量慧。生德慧、生德慧，就是讲，咱出世就带来，出世就带来的这个智慧的性。咱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甚至一切众生，不是干那只啦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。多多少少，拢总有一寡的这个智慧的力量，都有一种智慧的能力，有智慧的力量，慧力就是智慧的力量。因为每一个哪会当活动的幽静，咱幽静的指众生，指咱人，嘛指其他的动物。拢讲幽静，虽然讲蠓虫、狗遐，迄个那蛇啊，伊嘛是有情嘞。你看狗遐，那安尼两路来，一碰到他们都会一停，然后各走各的。他们讲什么话，我们不懂，可是我们会猜。那是讲去搬物件，遐有甜，伊会甲报讲。要爹爹去，吼！啊，那遐有危险的，伊来在走的，讲遐有火哦，唔好去。一定，所以拢会互相照顾，才会出情。所以，唔是干那只咱人尔，一切的动物拢总共款有这个情。啊，这个情在现实的生活中间。咱所知影、看到这个境界、看到物件，咱拢有一点的分别，会当选择知影，有这个知影的能力、知影的能力。咱人对咱人来讲，不论咱是聪明啊，还是憨蛮啊，还是傲的人啊，是闲的人啊，不管是啥人，拢总生出世，都拢有这款选择，讲这是是，这是唔是，是非好歹，咱拢总有诶，这叫做生得慧。